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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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4年1月22号啊，大镬啦！所谓一沉就八踩，目前咧佢沉咗啦，个气势即系冇咗嗰个管治威信啊，于是乎就八踩啦，每一个人都唔俾面，就好似以前咧嗰啲我哋就叫 tumor 啊，亦即系癌种，嗰啲就潜藏在内嘅，咁然后咧抠你身体比较上弱，各样赤字连连。嘅时候就发晒出嚟啦，咁冇办法噶、哦，我成日都话啦，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啊嘛，你点样可以俾个恒指啊怼到落去15000点嗰头噶？你话啲洋人见到会系点样样啦？即系就全靠呢个余伟文同埋许正宇啊，金管局嗰两只嘢啊嘛，坚拒受命系咪啊？就唔肯动用到呢个外汇基金嘅全部走过去购买港股，你嗰阵时任志刚几大只嘢？先得噶，直接入市啊，跟住先搞咗呢个盈富基金，嗰阵就得，依家就左推右推啊，似乎系因为我唔知踎波定加超啦，林郑留落嚟啊，叫你加7点几，佢唔加不特止，仲要降低啊，去到2点几%啫，啲公务员咁梗系玩 Q 你噶啦，系咪咁讲啊？阴公猪啊！嗱、啊，金汇你唔玩得几耐噶咋？因为银行落雨收遮啊，据闻咁以及啦，你恶意 call 窿之后咧，嗰啲地产商冇。冇得加大嗰个杠杆，佢一定咁样噶。咁其实佢动用埋自己嗰啲资产买咁几件嘢，咁啊必定系可以买翻嗰啲地啊各样噶啦嘛。唔肯配合啊，收埋啲做底钱，伦敦咧就有钱买嘢，系嘛？喺海外嗰啲就有得投资嘅。香港咧就即系林郑月娥讲嗰句啦，嗤之以鼻，一笑置之、哦。于是乎咪恶意唔保地价，恶意沽售啊，恶意处处啊，得闲就劈三。球得闲又劈一球，风声鹤唳。咁但系嗰啲就只不过系中原地产指数恶意下跌啊，令到出现嘅表象啫。但系而家伤到骨咯、哦，因为哇呢度唔俾面啊，真系新世界旗下 K11 集团裁员、哦，成个 creative team 俾人重组咁话噶，仲要临近年关、哦，你新年前炒人，即系叫人哋点过年呢？恭喜发财嘅时候派利是好唔派利是好啊？嗱、啊，这个系佢哋即时要谂。即是其实啊要同特区政府配合，你新世界就唔应该裁员啦嘛，更加应该请多啲人，以及啊喺新世界旗下嘅商场搞多啲日夜缤纷，甚至乎24小时营业，咁先系㗎嘛，都唔合作系咪，过年流流炒人，啲花红点啊，利是点啊，好多諗住收埋利是先走啊，至少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㗎咋。以及即是既然呢个红颜祸水啊，红颜正颜红啊，都唔理井眼红啊嘛，咁于是乎就继续恶意执笠。嗱、啊，呢啲嘢系有连带关系嘅、哦，就引出咗啊胡须喺度怀缅我哋嘅殖民地时代啊，亦即系港英政府时期最光辉嘅一刹那啦。好可惜，东方之珠 Eastern Pearl 就变成咗呢个 Eastern Spider 啦，啊，即系东方嘅一只蜘蛛。蜘蛛唔系昆虫类嘅，系蜘蛛类嘅，有八只脚嘅。好啦，话说呢度新鸿基地产。旗下嘅一田百货啊，沙田旗舰店同埋大铺分店咧，就会喺农历新年之后。嗱，你睇下新世界几衰，大家都有个新字，人哋至少喺农历新年后先做啊，冇咁阴质啊嘛，就会缩减规模。有啲专柜啊，可能做化妆品啊，各样嗰啲啦，唔知啊，买啲嘢咁样。仲有租户就会结业清货，车仔档都唔俾你做。零售界议员呢、这个叫邵家辉啊，佢就认为啦，其实已经香港嘅消费淡翻去2018年同期 85% 㗎喇，即係有好转㗎喎。既然如是啊，咁点解一田百货啊 ,K11 啊嗰啲要恶意裁员恶意執笠呢？諗唔明，你俾人一个印象就係你盘数系咪造假㗎，好多呆坏账系咪啊，到时连环爆出嚟嘅时候有银行 call 窿又成，哇投资咗你嗰啲血本无归喎。邵家辉嘅分析就係本地嘅零售
业呢受到几件事嘅夹击，包括第一，港人不想消费购物；第二，有其他嘅大型超市，系咪嗰啲咩钱妈妈嗰啲啊？第三，由于日元汇率啊创新低啊嘛，你要买日本嘢就唔使去一田，可以走过去日本直接购买啊，啊以及网购、代购，仲有759亚信屋、优品360等等啊，呢啲都系一田百货缩减规模嘅主因咁话。而且有一件事先至系最恐怖嘅，因为佢执嘅系一个赚钱嘅业务，而唔系一个蚀钱嘅业务，呢啲先叫恶意执笠啊嘛。你蚀钱去执嘅时候咧，呢啲市场反应，佢赚钱执笠嘅噃。K 十一都系啊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因为咧翻查翻2023年11月零售业总销售额，就发现同比嚟讲啊，这个一田咧虽然超级市场跌咗 5%， 但系百货公司嘅生意升咗 15%， 奢侈品例如珠宝、钟表、名贵礼品系升咗 60.8%， 系大幅上升嘅呢个。咁既然你大赚特赚嘅时候啊，做乜反而会收缩规模咧？唔系应该大展拳脚嘅咩？咁你真系唔俾面嘅啫。人哋同你讲话动态清零之后咧，全面复常，你又变咗嫦娥奔月，唔啱数啊！点解话赚钱然之后执笠啊，先至吓死你？因为个意思就系公司咧，即系好似你买股票咁啫嘛，好衰噶。你有时蚀钱嗰只你唔肯掉嘅噃，系赚钱嗰只掉。原因就系因为拉上补下，只有你盘数真系咧要清减下嗰啲杠杆嘅时候，这个就叫做去杠杆化。咁但系去杠杆化呢样嘢咧，边啲人开心咧？就系银行最开心啦。原因就系佢唔理你长远嚟讲嗰盘生意系点噶嘛。但系对于生意嚟讲，这个系好大嘅打击嚟嘅，因为你要放弃一啲优质嘅资产。你几时先会放弃啲优质嘅资产噶？就系你收埋好多毒资产嘅时候啦。嗱，这个 term 好耐冇听过啊。2008年嘅时候，雷曼嗰啲咪叫毒资产咯。你一问啲分 house 咧，人哋嗰啲第一时间就指出噶啦。我睇你盘数，有乜理由执啲赚钱嘅嘢先得噶？系会加速咗外资嘅撤离，所以我话有啲嘢唔掂得噶。你一掂就响警钟噶啦，就好似金丝雀一样啊！你一问啲分 house 咧，人哋嗰啲第一时间就指出噶啦。我睇你盘数，有乜理由执啲赚钱嘅嘢先得噶？系会加速咗外资嘅撤离，所以我话有啲嘢唔掂得噶。你一掂就响警钟噶啦，就好似金丝雀一样啊！佢又唔识喎，啊问人哋嘅时候，人哋一定系咁讲噶，即系唔介意嘅，冇乜所谓嘅，企业呢啲嘢重组嘅啫，将啲资产调嚟调去，我哋嗰啲咧就唔睇呢样嘢嘅，你放心都得啊，郑大人。跟住礼手啦，啊已经 TT 咗嗰笔钱走咗噶咯，几廿亿几廿亿咁回走啊，你唔系话唔介意嘅咩？唔介意，不过我哋走啦，拜拜，拜拜你条尾啊！佢冇话介意啊，喺佢个心目中啊，你基本上买同埋卖都唔系，直情系唔入流啊，人哋连倾都费事啊，你明？明啊？你会唔会考虑下咧买嗰只新世界啊？咩嚟噶？食得噶？礼手劈咗落折纸捞啊！边个讲炒边个啊？唔系、啊，你嗰日同阿郑大人倾得好开心噶，冚住条傻仔先啊嘛，大佬。所以我咪话咧，你做开乌墩墩嗰条村入边嘅村长啊，嗰啲村委啊，无挑啦啦走到嚟城市做乜啫啊？俾人点到你陀陀令啦，冇谂过城市人咁坏噶，个个都应承住我啲嘢，冇兑现嘅，梗系冇兑现啦，拖住你先啦。嗱，两年后啦，啊有啲仲衰啊！嗱，如果政府嘅财政改善咗之后，嗱，如果嗱马时亨嗰个正啊，啊，我话 OK 是 OK。嗱，而家咧我啊大把钱嘅富伟嗰度，但系我话唔买住噶，我去伦敦嗰边搞演唱会啊 ，Mira 嗰啲系咪啊？但我冇钱买你啲地啊，冇钱买恒指噶，你唔好搞我。几时买啊？梗系恒指30000点啦，啊，30000点我就买。低位你唔买30000点，你先买。系啊，30000点代表 OK 啦嘛。我话 OK 就 OK， 咁就送钱出嚟噶啦，系咪啊？所以话呢屎蝦马嗰条友仔几识諗嗰啲屎忽嘢啊，之前就话自己老楼跟住落台啊嘛，我未见过啲人生老楼生到佢咁 happy 㗎喎，老楼到啊董建华瓜咗老衬佢都未瓜，真厉害，甚至乎当日嗰份医疗报告系咪淘宝返嚟㗎，你係完全啊新鸿基吓坏人嘅，话晒都四大地产商之一啦，一田百货嘅收缩，你諗下嗰啲山姆超市嗰啲入流嘅咩，左倾㗎喎块卫生巾，虽然就话你可以两块一块调转跟住搭埋用啫，但系始终啊，一田百货嗰啲系有保证噶嘛，能够挽留到香港人喺本地嗰度消费，振兴经济，乜嘢日夜缤纷各样嘅时候咧，就只有一田啊，佢唔好执，有住沙田嗰边嗰个人流先系噶嘛，佢而家唔系喎，恶意收缩规模喎，咁啊变咗沙田嗰边咧静英英凉冰冰啊，嗱，来自惠州嘅司徒女士咧，买完一田之后又买食品、化妆品各样，你睇下
你一片是吸引到那些内地人走过来消费的，就不是那些两送饭，是真的会洗钱那些，现在大镬了，你真的两送饭，吸引埋那些就不洗钱的，赚钱那些就执埋粒，那怎样，香港就会长远这样被空洞化，定还是他本身都想住将香港空洞化，彻底融入大湾区，所以是这样不停削弱这个香港的竞争力。郑雁雄来其实呢是为了坑害这个香港的，你早讲的嘛，是不是就要令到香港呢所有的都执笠裁员结业沽清干恒指下挫，变成不是国际金融城市为止啊，是国际金融废墟啊，顶你个肺。我成日都话是你又早声啊嘛，咁人哋可以及早回避，唔系嘅，逐啲逐啲嘅，打左灯向右转都有嘅，系会车毁人亡嘅。你试下咩叫打左灯向右转？你架车打左灯就向左转啊嘛，向右转，你即系线人嘅，真系冇错啦。就系同你讲线人，无论系一田百货嘅收缩规模或者新世界啊，种种迹象嗱，你见到唔合理噶嘛？正如黄子华话头，诶，阿陈师奶你条金鱼好靓，我喺边度买噶？我钓翻嚟嘅，一个咁孤寒嘅陈师奶突然之间同你讲，嗱，你见唔见到啊？一路路发啊，一路六八呢只嘢，好嘢嚟噶，入啊，我包你赢吓、啊。平时咁孤寒嘅陈师奶，系就系、是，我都赚够啦，我想俾啲钱人赚，嗱，空笑。所以啦，一田百货、新世界呢啲，点解赚钱嘅 K 十一以及一田百货新鸿基，佢掟走啲赚钱嘅业务咧，空笑。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啊，终于嚟到佢都算殖民地时代培养出嚟嘅官员啦。呢、这个曾俊华年代关系啫，由呢个曾荫权提拔噶嘛。又话说最近就出嚟讲嘢咯，曾俊华系咁讲噶，而家经济咧正值转型期啊，零售业系好大镬咁啊，你见一田都执笠，咁唔一定。其实零售业顶得住，只不过一田百货我都同你讲啦，佢系赚钱然后执笠噶，呢种同八八半以前嗰啲唔同。八八半就系讲紧九七金融风暴之后咧，嗰啲日资搞唔掂啊，第二次被冲击，于是乎冇得唔执笠。你一田百货好明显系新鸿基自己放血，而曾俊华啦，唉，当教精啊踎波啦，费事睇住佢崖上的波儿系咪啊？佢唔识管财政噶嘛踎波，阿曾俊华就识管，应该系咁嘅意思啦。所以佢又教佢啦，嗱，你唔系嗰啲咩资本增值税啊、垃圾征费嗰啲时机嚟嘅，就叫佢乜都唔好搞。其实阿踎波都好听话噶啦，不过阿曾俊华迟咗讲，佢应该早少少。目前踎波已经听咗阿郑海侯路线嘅说话，于是乎啦，无论资本增值税、垃圾征费、陆路离境税、消费税等等啊，都话拖得就拖，斩得就斩，嗱、一片欢天喜地啊，系咪啊？而且啦，曾俊华就建议嗱、你既然一不做二不休啊嘛，支持佢个财政预算案一个月啊嚟噶啦，就放血大胆啲啊，就帮呢个财政预算案好似我讲嗰头，首先咧将公务员嗰头咧就加 20% 人工，同时之间啦再派市民消费券，每人5万，系咪皆大欢喜啊？一者我成日都话啦啊，你成日都话人哋去英国嗰啲咧做二等公民啦，留港嗰啲咧先至系有幸福美满嘅生活，咁你就印证呢点啦嘛，每人5皮，你唔系恨到人牙痒痒啊，起码撞咗个声势先，系咪？砥砺前行，你要发挥狮子山精神啊，你都要派消费券先得噶，唔系只狮子边有燃料啊，边度识思考工啊？啱唔啱咁讲啊？话说记者啊，因为目前踎波嗰盘数超级唔掂，2000多亿啊，你唔好当发债系收入先得噶，所以啦啊，就走去询问一下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喺佢个年代，诶、好似同唐英年一样咁麻擦咯。唐英年讲乜嘢啊？喺我嗰阵时我都唔知咩叫赤字啊，系嘛？曾俊华更加厉害啦，成日都点样啊？估错财政预算，但系佢系估低咗、啊，年年都有盈余噶。而家换咗踎波之后同你放血，所以其实曾俊华唔使建议佢放血嘅，佢已经系放血高手。嗱、不过佢指嘅放血咧，系指喺政府嘅支出方面啊。曾俊华讲得唔系时候啦，啊，因为踎波瑞士完之后咧，喺瑞士嗰度广交朋友啊嘛，就话自己可以招商引资，都好嘅。佢识去瑞士，唔系去嗰啲中东胡须佬嗰度。你见到中东胡须佬有啲咩生意翻嚟啊？冇啊嘛。瑞士有冇唔知噶，你睇下佢去完之后有冇嘢玩咯。但已经讲话要平衡个预算、啊，就即系量入为出啊，无可避免就要控制支出啊。正喺呢个时候背道而驰，曾俊华就教你嗱，依家咧就唔应该系收紧个钱袋子啦，要喺支出嘅方便放血。哇，你知唔知几 Q 大镬啊？如果阿曾俊华讲放血，因为佢做财爷嘅时候从来都未放过血噶，佢从来都系好谨慎啊，唔会话呢个支出嗰、那个支出。
出嘅。如果要政府真係放血嘅话呢，咁而家阿踎波就要做嘢㗎喇喎。点做啊？第一，加快加大力度推行呢个北部都会区。第二，继续上马呢个明日大屿，而且呢 100% turbo 前行。咁你又真係放血啦，係咪？不过所有嘅市民都等緊睇緊一日啊，而家北部都会区呢我哋就暂门啊，跟住就搁置，然后就寿终正寝，同垃圾征费一样睇好戏係咪？甚至乎啦，佢又同踎波讲，如果係正確嘅嘢俾啲勇气去啊，加大个支出放血，要坚持唔好吞，亦即係话可能呢佢都想放血㗎，踎波都想派消费券嘅，但係背后有隻无形之手係咪？井眼红嗰啲啊，佢唔识经济㗎嘛，唔得咁㗎啊，你放血仲得了嘅，就唔俾佢搞嗰啲嘢，於是乎呢个又搞唔到，嗰、那个 project 又烂尾，反而井眼红先至係幕后黑手。咁结果可想而知香港未来会系点啊，就好似恒指啊不停下挫啦，32,500 ,sky's the limit, 啊而家唔系 hell's the limit, 直闯地獄啊，踩油直入，以及吉田啊新鸿基啊各样嗰啲都会恶意執笠，恶意裁员，赚钱都要炒你油㗎，咁衰格都有㗎。以及银行又会不停 call 窿啦，有啲原本小业主各样啊，佢沽反而好位喎，银行唔俾佢沽，收返层楼要银主盘，仲要佢蚀多几百万，哇呢啲惨不忍睹啊，到时就会变成咁㗎啦，香港即时变成一个死城啊。所以井雁雄以为自己系遵从紧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社会嘅模式，唔知边个俾毒撬佢啊，煽到佢妥妥灵，加下你又中正计啊，呢样又唔搞，嗰样又唔搞，炒你破产噶咯，咁人哋。然后曾俊华系同意呢个比家超嗰样嘢噶，点解呢？佢就话香港零售业系好大镬啊，因为有呢个叫做不想消费潮。咁我哋要点样自救呢？曾俊华俾到条桥就系、是、你唔可以同其他地方斗平，要特点香港品味先至系出路噶。而比家超正正咧就做到呢样嘢啦，包括我哋嘅日缤纷啊，以及我哋嘅日缤纷日夜都缤纷，系咪？就香港独有噶，你几可见到深圳有日夜缤纷呢啲节目搞嘅？呢个系香港嘅特色，咩都可以系特色噶嘛，系咪？你唔见外国嗰啲时装表演啲咩特色嘅咩？搵啲环保胶樽笠住个身都可以系时装嚟噶嘛？要有特色好容易嘅啫。钱财师啊，曾俊华喺 Facebook 嗰度提到啦，就系、是、一田，佢好伤心咁话噶，因为以前咧佢加入政府时候第一件事啊，嗰个工作岗位就系沙田嘅助理政务专员。当年啦，一田开幕系区内盛事，佢有参加，即系以前嗰啲咧市政局嗰啲去图书馆嗰度签名各样剪彩嗰啲啊，所以一田执笠咧令佢觉得啊，即系冇办法唔俾翘呢个踎波啊，你要加大支出，唔好再抽税。佢提醒啦，香港系唔可以同其他地方点样呢，就系斗平、斗齐、斗多，而系要有质素嘅嗰啲服务同埋产品。咁我建议咧，整个叫做殖民地地摊，即系专门啊就卖嗰啲殖民地时代光辉色彩嘅嘢，例如天星码头啦，又例如阿妹姐啊嗰架巴士啦，等广大嘅市民可以怀缅以往殖民地嘅时候，东方之珠系几咁灿烂，几咁亮丽。其实曾俊华系无需要，即系胡须无需要呢去建议呢个踎波放血嘅，深圳就真系帮你放血啦。第一样嘢，人哋又开 Costco 又开山姆，系咪抢 Q 晒你啲生意啊？此其一者，其二者啦，人哋深圳政府啊都会諗办法刮你香港啲人过去，有派嗰啲消费优惠各样。掉返转喎，香港政府呢就从来都冇諗过点样将嗰啲人啊留返喺香港嗰度消费，连离境税都唔搞嘅时候，咁冇嘅，即系恶意离境、恶意执笠、恶意裁员、恶意收缩规模，乜都唔理。阿井雁雄各位几好做喎、啊？嗱，陈踎波最近活动嘅时候咧，佢又拿翻曾俊华嗰句，似乎都要取经噶啦，就话目前啊，佢满脑子都系公共财政点样可以有可持续性啊？可持续性嘅意思就系唔会过两三年之后执笠嘅，过两三年佢都走啦。以及啦，要做大个饼，佢系话将经济蛋糕做大佢，佢又唔执人口水尾、啊，你话做大个饼，佢讲呢个系经济蛋糕，即系都系同一样嘢嚟啫嘛。咁但系要讲经济蛋糕噶，唔好话我都想帮你讲好说话，但系实在好孏啊嘛，大佬就系咁样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